时阵，就是一个想法。我甲我家己讲，既然决定啊，就要做到上好。就算别人看袂到，我嘛是详细检查每一个环节。尽力做到我应该爱做。老师就是因为伊设计生成的每一个过程，更加需要详细的检查。只要一个视觉差，就会造成一连串的缺点。搁再想办法来补救，已经是浪费时间到成本。来啦，我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知影，世界会当决定成败。做一个决定真简单，只要给你3秒钟的时间，成败可是一世人。